把这个信交给贝贝吧。我自己给他吧。哎呀，我怕我见了他，我就不想走了。你今天什么时候走？中午。中午几点啊？我送你吧，要不我没啥事。哎呀，不用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走就行了。你回去多长时间？我还不知道。行吧，那你注意点安全啊。行，这我家钥匙给你吧，来。好好好。需要什么东西，然后你光给我往那寄行了。